这个意思哈，时间不交叉的部分来讲，当然就是说最好不要有冲突点，还是回到那个东西。第一个，你在这边交叉的时候有没有会产生塞车？会产生塞车，最主要是这样。我讲一个例子，好多年前的，我那个也是九十几年，我记得有一次是屏东海大地震，海底地震，屏东海外海海底，我们没有火差哦。那这个那个新闻好像说屏东倒了一家家具啊，倒下来，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伤亡，没有什么大。但是我印象很深是在于哪里？海底电线电缆断掉，海底电缆断掉。听起来我们好像跟我们习主席没有很大关系，可是我们很多资讯都靠海底电缆，海底电缆。你看哦，那时候也是保交，哦，台湾保交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台湾嘛，哦。但是台湾的通路要跟宝桥订货，要透过哪里？新加坡。宝桥的香港的不是新加坡不是吗？宝桥的亚洲的那个什么控管中心在新加坡，所以你要订货是要从台湾透过海底电缆跟他下单了以后，他再传回来台湾的我们宝桥，宝桥以后我再去做后面的后续工作，这个是断掉的。然后就发生一个状况了，第一天完全没有入出库单据，没有入出库的资讯，货车来加回去，我没有单位没办法收啊。第二天还是一样，哦，第二天大家聪明了，好像远足啊，都带东西来吃，因为应该没有吃干，吃完就想摆好快乐。可是我们的主管就是怎样，就是毛都竖起来了，因为如果那天通的话，那个订单会怎样，如雪片飞来。随便飞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机具，准备人员。我怕哪一天不知道第几天，因为海底电缆是怎样的，它怕恢复是怎样。哦，比如说60%恢复，然后70%恢复，所有的资讯都排队等，所有资讯排队等。哦，我们都没有什么轻重缓急啊，看看怎么等而已啦。哦，然后慢慢恢复，到第三天还是恢复，忘记了。已经恢复了80%，开始有单子开始来了，然后后来就恢复了，哦，第四天的样子。可是我备了那么多机具，备了那么多人员，有没有用？一样跟这个冲突点一样，全部最高地塞在火道里面，你也没有办法解惑啊，你也没有备的比较快，而且很多从外别仓调来的人来讲，对这个品项不熟悉，可能会怎样出错，所以他那个错误率反而变高。你的效率没有变好，这个就是这样，哦，所以说他这个的意思是说，尽量不要去有冲突点出来，啊，不要冲突点出来。好，一龙保养一样的哈，设备来讲，买的时候那是一品三级的作用，然后到后来都是怎样的保养费用，所以你要考虑后续保养便宜，划不划算。比如说买车容易养车难，我都听过，买车容易养车难，确实没有错。哎呀，以后你要养车一样，跟你要花费的东西会比原来的还要多。然后呢，他这边主要分析原则就是说，当然你要有一个，当然他要讲到一个，不一定长期性啊，我就觉得说你要有一个成本跟效益的一个分析。这个简单来讲是什么？我的设备要有更新，设备要怎么更新呢？很多老板的想法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摊底这个东西嘛，我这个东西摊底了5年10年，不管摊底完了以后，我每一步都是赚的，好像是这样讲的，也没有错，没有。比如说我买的这台车，我们自己有贷款的，我买了3年5年以后，我贷款缴完了，我就是不用缴贷款，我还可以进，因为我们车是自己用而已。如果这台车是营业用车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赚钱的。很多老板都有这种想法，哎，我这样都可以赚钱的，我没有摊底的啊。可是没有想到车位啊，基建会啊，你到了5年7年以后开始没有摊底的时候，你用到10年的，有没有可能要换车？为什么？妥善率越来越低，机器也是一样啊，所以它要有一个长期的怎样更替计划。你要把现在赚的钱留一部分来讲做什么备案？你不是说以后赚的钱都是真的赚的，不是这样，你要留，要以前留存粮的概念，有没有下一天要留存粮？有老人家讲一句话，就这个东西，哦，就是这个部分，哦，这里要有更新计划。
这就很难了啊。我还是那句话啦，合理的怎样，价格就是合理的服务啦，这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啊。你要便宜又好，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啦，但是你能够持续多久？啊，这句话而已啊，你能够持续多久？最主要你不赚钱怎么办？啊，这就营运不下去的啊。然后他这个政治做一些所占据些什么，啊，这就是他的一个自动堆叠下，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，我大家看一下就好。好，再讲到哦，比如说他自动叠下的东西哦，单元装载化，我们以固有箱为原则，哦，都是我讲的，所谓单元负载，单元负载，你一箱一箱来讲，固有箱有很多好处啊，它可以怎样保护箱体。比如说，我记得以前在配送 seven 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搞了一个货，你们绝对想到，被退货最严重的就是什么？超商通路了，哦，就 CVS， 这知道吧？晶体电池。电池这个东西，就问大家，什么东西会用电池？你们家？遥控器、文具，只有遥控器，还有什么？玩具有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些东西嘛。还有什么没有吗？我要表达说，其实普遍性已经很高了，因为像以前这样，台风要去买电池，为什么？我觉得现在台风没什么感觉，我要继续上网，很神奇的，没有什么感觉。好，电池它的怎样？它的普遍性不高了啦，确实是不高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为什么？超商今这个电池最难搞，因为它是一卡一卡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记得吗？一卡一卡。是可以。哎，就是一卡一卡嘛，哦，它是挂卡，我们叫做挂卡，哦，或者说你屈臣看很多那种口红，那叫开价挂卡，那种东西最怕就是四个卡都要折损，退，哦，退到这个硬口，因为那种东西是一个卡通来的，那很重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站板来讲没有办法放到那么高，大概是一般货物的一半，因为太重，你放那么高，最高机插下去翘起来，你是被最高机翘起来，不是货翘起来。你像它比最高机还重，很重啊，今年也很重啊，所以我们就放一半。还有时候你在搬运过程中或者组装过程中，不小心那个脚镣就撞到啊，那个中间那区的卡都整个废了掉了，然后那个就没法配送啊，很容易折损，就那样那个流啊，就很容易折损。这个是他的一个部分，好，就是，但是你有物流箱来保护来讲，你说是放在一个物流箱里面，因为超商来讲，他这个需求，你不可能给他一箱电池啊，懂吗？他卖到民国几年，不可能啊。超商的东西都是怎样，多样，少量，哦，古董巴赫的嘛，他都几包几包几包，所以这种东西因为没有外箱保护，所以最好是放在物流箱。物流箱是个很好的，怎样？我们说包装有两种，包装这一档次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商业包装，一种叫工业包装。我们的物流这个物流箱属于工业包装，保护作用。商业包装是什么意思？它上面会有说有怎样讯息，告诉消费者说，我现在是补多少哦，我打折哦。我加量哦，我要换包装了，没有，他会告诉你一个，他会报大标啊，所以说在同样的品牌商品里面，你会很快搜寻到，因为他有贴一个爆炸标，没有，最喜欢就闪电啊，爆炸标啊，里面有黄色、红色的那些，看，就看到他在打折，那个都怎样，商业包装，或者说一般我们认定说，日本包装怎样，很精美，那个东西就是有质感的，那个属于商业，比如说你买一只手机。是不是层层叠叠包的乱七八糟，还要一个小位置，然后最后再弄一个这样，看我现在五年要断掉了，拿一斤啊，可是你没有这样包，你就更没有怎样，有感觉嘛，感觉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包，所以它两边的哦，功能性是不同的，因为讲到这个东西就提到会包装，好，第二个空间利用哈，当然你因为它是一个一个跟积木一样，你不会一片零散，好。但是讲到这种东西，我们叫这种单元载具，我们都属于单元载具的物流箱啊，笼车啊，站板啊，
如果以后你有管理到后勤的话，好，或是说后勤就可以包含物流、资材都有。这三个东西我们要单点展去，这个东西千万要注意，要再三要注意。很多人都落掉，落掉什么？流出去，要多少钱？那时候我记得很多风流，印象最深是陈品。我说他们最喜欢雇油箱，每次都拿去不还我，不还我的东西呢？你啊，做后来不喊一早呗，然后我送去他拿下，他永远还不完的、啊，因为他可以装很多东西啊，甚至还可以装私人物品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我的，因为里面有时候没有柜子嘛，但是它的功能性很多啊，甚至我家还能想要雇油箱来装衣服。做过业务，啊，可是呢，这个要到钱呀。如果我跟你的关系是所谓上下一个关系，我使用你的物流箱，最后我跟你终止合约的时候，我是要还你物流箱，站板也一样，楼车也一样。所以很多哈、哦，做的越久赔的越多，真的不骗你，真的是啊。普通我们塑料站板嘛，现在好像长期不是不是、啊，哎，普通标准站板800块，全新的。有种叫塑胶站板，塑胶的，说大家有种叫厚的那种，因为那是食品厂在用的，因为它不会产生那个入屑粉尘，甚至不会有虫卵，有时候会怕白蚁的虫卵，很多的仓库长白蚁都从站板夹在里面，因为你那个站板是世界各国到处跑啊，跑到就进来，啊仓库最怕白蚁，白蚁真的很可怕，除了铁咬不动，塑胶也咬，那我做东西，你看它咬得很可怕的，水管也不是问题。他说铁咬不动，啊，这个800块，啊，老车就不一定了，有大有小，两三千不等，做不到。塑料站板一个2000二，塑料站板很贵。然后呢，物流箱就不一定了，因为厚度的问题，这也是好几百，甚至有时候我，然后通常蛮好笑的，就变成一个循环是怎样？比如说我跟你结束合作，我欠你100片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欠你100片，市价800，好、哦、就要还你怎样？8万块，比如说，这个还是小 case 的，我看过欠人家5000片，跟你怎样？你赚的都没有他多啦，好啦，然后呢，逼不得已，就问我说哪里有中午可以买饭，然后我就找了，认真找，然后找所有人，然后说，哎有哎。他有一个叫做站板中部发货中心，在 FB 有网路，在脸书上有中区的，哦，黑市价格1片300，你要不要买？一片少赔500嘞，就5万嘞，当然给他买，可是这样反正就是造成怎样，司机在哪里头买？恶性的。觉得这苹果啊，这个都是一些小小的东西的。我讲那么多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东西你都要把它当成财产在看。很多老板真的是，尤其有时候比较小的车啊，一结算，哇，怎么欠了那么多账单？因为都有账单，账单在记录啊，你去回收回收回，就没有注意到，或者是有些通路都没有管理，你也没注意到。哎，有人为了账单还吵架，告上法院都有。哦，这个就是比较实际发生的东西啦。好，那跟书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？现在掉光了，不是，感觉上呢，很有成就感嘛，一直咬，还有 OK 还要讲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来讲，仓库里面还有一个东西，它的自动化可不可以深入？自动化可不可以很深入？最重要的，除了搭扣以外，就是标准化。什么叫做标准化？你的东西，你去看，我现在买一些比较大的电商平台，比较大的电商平台，他送来的东西都装在哪里？它的标准箱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比如你 PC 摸摸东西，也有典型化，好不好？只是说，你好像要拉箱、三个箱、这样子，他在做什么？标准化。不然那些东西怎么上流到？怎么上那个产那个很像生产线的那种产线？怎么去上流到？怎么去跑这些轮子？它要标准化。你要标准化，它就可以上流到，上流到就可以大量，就可以投入怎样？可以更机械化，很多是自动化，不是机械化，你就可以自动化去做这些事。哦，这是标准化的一个部分。一般来讲，相较于标准化，有一种东西叫异型品。
异形饼。什么叫异形饼？你看不出它是什么形状的。早期的时候，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应节的产品叫什么？除了月饼之外，柚子。哦，所以有叫柚子。哎，听说文章跟柚子不一样。我只会吃，不会分辨。好，以前很多是一个麻布袋，有没有？我知道这件事的年纪也是不小。我都挖洞给你掉，麻布袋的。可是现在是谁啊？礼盒，十斤嘛，叫公斤嘛，没有变礼的，这个就是比较什么？啊，当然现在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，你拿一个布袋去，你看看，你要吃到明年中秋还在吃。听说柚子文旦可以放很久啊，哎呀，就是你真的吃到中秋还在吃呢。啊，当然这个都是一个标准化，好，这是所谓的标准化。人因工程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是省时的，怎么样是省力的，怎么样不会伤害到你的谁啊？一个所谓会产生我们刚刚讲的，你会产生一些什么 CSR 的东西。好，比如说之前我一个工作的有一个客户啊，他叫做喜盛药水，他美国百克。当然我上次跟他好像稍微提到他，我们这个是所谓腹膜透析。腹膜透析，另外一种是血液透析，我们送的是腹膜。血液透析就是一到场边的那种实验中心，去那里他发现血抽出来，然后洗起再流回去，但是跟去一次是半天嘛。啊，我们腹膜透析就是送到家里去。重点是呢，它这个货品就是一箱一箱的，你在把它想的像矿泉水，然后每一次去的话呢，四十箱的矿泉水，然后你想一下，六楼没电梯，我上去，没啊，都没了，你能这样跑吗？哦，我都要飞了，这个位置是一点六九箱，一箱上去，两箱，所以就一定是奇数，对，九箱。好，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跑，因为那个你会受伤。不过那种薪水多，1.8万。啊，当然这是一个工作啊，就是人因工程的问题嘛。可是没有办法去克服，后来我们都没有做好。我们就没有做这个客户，但最终目前还是这样做。啊，这种我们实验试过很多方法，比如说我们想了一个，知道吧？就是类似绳索，像圣诞老公公那种吊牌，跟他做茶大舞，用绳索跟弄。但实际发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。啊，当然这个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吧，其中一个部分。好，这是人因工程要排量大啊，这个可是要弄久的话，那个脊椎把那个突出啊。我们一节一节的那个脊椎有没有？它会有点小位，也会常常起压跟摩擦。哦，一般的说法就会突出来，或是说它会有一些边边角角，我们俗称叫骨刺的，就是会产生一些东西。好，机械化的原理，当然避免能力适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考虑到很多层面，比如说我一直讲叫市场规模量，不然你做这个事没有意义。不然做这个事没有意义。台湾是这一两年来电商已经非常普及了，所以去年底、今年初，将近有一个趋于无人仓的仓库出现，啊，就是国泰户的功能，在瑞芳，不在阳明，趋近于，哎呀，因为以前我一个主管他跑去当仓储，他在跟我讲，哎呀，为什么那么久？台湾的量就是这么大，它不会增加，就是供需啊，它不管什么用品嘛，它就是这么大，它不会增加，不会增加，状况之下，很多东西被标准化了以后，可以上这个东西了。以前是有的是异形品，有的是标准品，就各自分散嘛。然后你每一个区块，每一个通路拿到的怎样的货量都不多的话，不足以建这个无人仓嘛，是这样状况之下。后来慢慢这个通路都整平了，以后都来到一个标准，像标准品的话，这个通路的话就变很大，就是一般来讲电子商务，它够大了，它的量够大了，哦，经济规模也够大了，好，就开始弄无人仓，不然你弄起来，你的回收效率很差，你就这样讲，啊，这个很多东西怎样，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，你企业是怎样，没有用，哦，所以有很多老人家怎么样？四缓则圆呐，有没有听过？或者说有人就是讲，吃快的哦，弄破缓，就是四缓则圆。
有时候他也是只能劝他。很多东西刚开始，你这个报价，你这个案子，你完全没有一个目标跟资源跟所谓的数据，那时候你可能是什么样的层面，你是点，我自己感觉你是点，你就一个点两个点，然后乱七八糟，还要好像沙子一样，反沙一样，一点一点点，慢慢的点变多了。点变多了嘛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面，包括线，你也成为一个线，然后慢慢才会成面。你要说方圆规矩嘛，无方不成圆，无规不成矩啊。确实这段期间就会很磨人，无方不成圆，无规不成矩。好，这个跟系统的部分安全性，然后那个。那是不是其他有动物这样的动物？当然不是哦，因为百行百业嘛，百行各业啊，这样不同的。这个东西回到溯本清源，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产品，你是什么样的产品特性，你需要什么样的仓库，仓库的规格不同。仓储的话，他这边讲说，仓储种类可以分两种，一种液态的产品，一种液态的仓储所谓产品。你的仓储液，或者你的仓储产品是什么？就是你货品。当然仓储液态就很多了哦，比如说，因为总的最总的来讲叫做怎样物流嘛，物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物流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种活动，很多种，你把它讲成什么？比如说一场运动会里面有什么？一场运动会里面可能有田赛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吗？什么叫田赛？什么叫竞赛？现在小朋友的运动会都跨国，我们就跟他讲多小，因为你们有去参加你们小朋友运动会了，我已经去了好几年了，但是每年还是要去，因为家长就要出来，然后就是跳个大会舞，然后每个年级就不同的表演，大每次在这大会舞唱歌，然后完了又大进场，我也要干，就是跑道是每一班每一班的。然后跑道外就是每一班的家长，拍照，然后会喝水啊，然后一直走，一跟着走，走完了以后，然后再做一个什么，他们表演的一个东西，全部都是表演性质的，然后再偷拍立起来，然后放那个不是放给我，放那个彩带，然后大概会赶在11点前落幕，就叫运动会。OK， 你跟我们以前的小时候差很多，真的，我们那时候还有田赛有竞赛。有了，他唯一一个比赛项目就是怎样大会接力。大会接力如果前一天下雨，那天还挺有事情，因为怕跌倒。是不是？好，你一个运动会里面你有田赛跟竞赛，比如说你把运动会这件事情想成物流，怎么样？物流里面有什么样？有各种表演项目嘛，就是刚刚讲的仓储。你从最远做最长最前端开始讲啊。你生产基地，你会有工厂的原物料物流，你工厂半成品物流，这也是物流一部分。然后你拉柜子，不管是拉柜子或到产地的，对，到了供需地，不要说产地，产地到了供需地的时候，你会有仓储作业管理。只是你的仓库的形态有很多种，你是桶仓，你是保税仓，保税仓是大的，好，这不多说了。你桶仓、保税仓，你的仓库的一样，不同货品的，你会有不同的恒温仓，或者是说常温仓，或者是危险品仓，等等，不懂。然后呢，以后你会到怎样？你的通路的仓库，就是一样下来，然后里面流通加工，然后运输配送、仓储保管等等等，这个就像怎样一个运动。